本节目内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以下节目含粗言秽语，只适合成年人收看，18岁以下人士请在家长陪同下收看，敬请留意。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到八点，唔扮高深，但求均真。啤梨漫步，节目主持人啤梨林康正。南北韩领袖第二日喺平壤会面，双方签署平壤共同宣言同两韩军事协议。金正恩又同意到访首尔，可以嘅话会喺今年之内成事。北韓領袖金正恩同南韓總統文在寅簽署平壤共同宣言，約定共建無核和平家園。兩人之後又見證兩韓防長簽署軍事協議，減少緊張局勢同防止發生意外衝突。金正恩同文在寅較早前單對單會面大約一個鐘頭，同意在朝鮮半島全境消除戰爭風險。文在寅說兩韓第一次就無核化方案達成協議，北韓同意關閉東昌里導彈發射場，同時批准外國專家入到境內視察進展。金正恩就話：兩韓約定努力共建無核疆土。The tragedy of confrontation and hostility that has been long-standing is now going to be ended with the inter-Korean military agreement,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will now be turned into a land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that will be free from nuclear threats. I have suggested Chairman Kim to make a visit to Seoul, and Chairman Kim said that he will come to Seoul in the near future. So when he said in the near future, if conditions allow, then the such a state visit by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to Korea will take place within this year. 好，即由呢個1950年韓戰就爆發啦，咁去到依家68年，即咁多屆美國總統做唔到，都做唔到，就特朗普做到啦。一個新加坡高峰會議見了金正恩之後，就促使呢個即係金仔就真係聽聽話話啦。依家做了幾樣嘢係即係歷任總統都冇咁嘅即係封高位職，包括你左膠推崇嘅奧巴馬，包括你左膠推崇嘅克林頓嚇，即係講到佢點點勁點勁，超你老母喺外交路線，咪對住北韓。即係金正日又好，金正恩都冇佢負咯。再加埋你之前咩支持嗰啲咩陽光政佢政策啊，金大中啊，即係維權即係逆權大將盧武元啊嗰啲，全部都係唔得。好啦，就俾你左膠係咁屌柒嗰個特朗普，就可以出事做呢樣嘢。咁呢個咁嘅即係南北韓領袖啊，第二次喺度平壤啊，就呢個見面啦，就呢個文在寅同埋呢個咁嘅金正恩，當然背後推動嗰個就叫特朗普，就唔係叫習近平。唔係習近平咩？咁依家唔關你事啊！喂，特朗普可以令到中國大陸、中國共產黨喺度朝鮮半島和平問題方面係完全冇殺角色，由原本可以支配住北韓，甚至有少少可以話事到，即係令到北韓都聽佢話咧。變成北韓不聽佢話，完全冇支配嘅能力，改頭大佬由中國變成美國，哇！呢啲即係特朗普真係佢好嘢。咁呢次咁咧，就雙方簽咗平壤共同宣言啦。淨係呢個宣言啊，即係你話簽啫，可能即係金仔做咩唔做，或者簽咗呢佢呢家嘢啊，即係佢要佢失威啊，已經好難噶啦。即係好似前排就一啲航戰美國軍人嘅遺骸。可以運翻去美國，都係從來冇一個美國總統係爭取到嘅。咁入邊咧，即係甚至到兩韓軍事協議咧，入邊係有一啲咩咧？就話即係第一，兩韓事實上宣布結束呢個戰爭狀態，因為韓戰其實係大家停戰係休戰啫嘛。戰爭狀態其實係未停，咁依家正式宣布佢結束啦。第二啦，大家同意啲非軍事區解除啲武裝同拆除啲地雷，同埋咧。這個咁嘅即係文在寅啊，金正恩將會去出訪到白頭山，因為白頭山又好爭議啊嘛。北韓、南韓都話白頭山係我哋嘅範圍，尤其是白頭山啊，就係話佢北韓嘅革命聖地啊。哦，
啊，因為今日成出世的地方，甚至金正恩也答應了會訪問呢個南韓首都首爾啦。大家年底之前會接會成立一個接駁跨境鐵路的公路啦，跨境鐵路的公路啦，同埋會設一個即係南北韓啊散聚家庭的團聚中心。咁特朗普就表示啊，哇！今次咁嘅會議啊，證明咗北韓喺無核化等方面有極大的進展啊！哇！即係特朗普就即係當然就邀曬功啦，甚至南北韓咧就話大家會申辦2032年的奧運，咁啊南韓就主辦過即係漢城嘅奧運啦，1988。咁前排就即係辦咗個平昌冬季嘅奧運會啊，咁亦俾咗北韓嘅人走去參與啊。當然2032亦都會對住譬如澳洲啊、德國啊、印度啊嗰啲競爭啦。喂，但係呢個你就可以見到特朗普仲係點咯？咪成功令到呢個咁嘅金家政權跪低咯，朝鮮某程度上表面好似會解除咗呢個即係核武嘅危機咯，依樣就唔非常值得佢攞諾貝爾和平獎啦。喂，奧巴馬鳩噏啫嘛，講把口講大愛啫嘛，把口講呢個強硬啫嘛，實際上就放生咗中共同埋呢個北韓同埋IS對IS。冇錯，特朗普依家第一 ISIS 嗰邊打到九九十十啦，都已經係滅亡咁滯啦。好多 ISIS 嘅軍人都走咗去扮難民，就去逃走啦。走啊，走難啦。好啦，依家又對付你伊朗，對付你土耳其，北韓又投降咗，中國貿易戰打到佢咁頭痕。喂，佢真係可以攞十次諾貝爾對和平獎啦，對特朗普。同埋咧，亦都又係嗰個高下立見啦。你習近平係咁攞香港錢周圍派，得到啲乜嘢咧？立撚咗呢啲錢之後，跟住咪反轉豬肚啦！個撚個都係咁撚樣，北韓咪一樣，立咗你大陸錢立咗咁多年，唉，個撚個都係咁樣，退咁多錢啊！即係個撚個都係立撚咗啲錢。人哋話過底就過底啊！即係你當然你啲錢全部都係香港攞㗎啦，全部即係派俾非洲啲錢都嚟香港㗎，呢個係唔使講㗎啦。仲有啲民企，即係咁當然咁，但係你見到習近平，你即係高下立見，好啦，派完錢得咗啲乜嘢咧？哦，反轉豬肚。但係你睇下，喂，阿Donald Trump都有派錢，即係但係佢方法就唔會好似你咁撚核突，但係人哋真係全單單都係做到成功爭取啊，真係做到呢樣嘢啊。嗯，你。而家仲有人喺度講話，話嗰啲貿易戰啊，話真係我都聽到好多老人家，有時飲茶嗰陣酒樓飲茶都聽到，美國佬啊唔撚掂㗎啦，中國贏硬啊，哎呀真係，我都想睇到咁嘅日子啊，真係。我都想學阿啤利哥喺酒樓就攞支煙出嚟點一點，我都，但酒樓就唔食得煙啦，即係有時候我都唔知點樣解釋。咁但係你當你攞啲新聞俾佢睇嗰陣時候，佢又唔撚信，咁冇計啦，咪你哋自己活喺你哋嘅平行時空咯。總之現實話俾你聽，中國係輸撚硬，好撚簡單嘅啫。好，跟住即係講開東亞啦。咁啱啱今日咧就經過咗嘅選舉就日本自民黨總裁嘅選舉，咁自民黨就執政黨啦，亦都即係表示呢個首相會係邊個做啦？安倍晋三成功就擊敗第二次贏呢個石破茂，就連任呢個即係日本自民黨嘅總裁。咁佢當選咗啊！第一佢話即係佢內閣係會進行呢個改造啊，甚至自民黨都會進行呢個改造嘅。咁即係安倍嗱日本自民黨總裁嘅選舉就分兩 part， 一 part 咧就係國會議員退投票，就一人一票嘅。係。咁即係佔咗一半啦。一 part 咧就係全國百幾萬嘅黨員去投票。咁喺國會議員入邊咧，405位國會議員佢就攞329票。咁好似石破茂就攞咗50票到嘅。咁喺地方嘅選票咧，佢就攞咗224票，咁啊石破茂就攞百幾票啦。咁地方選舉佢唔差，因為石破茂譬如喺即係日本嘅中國地區，即係鳥取縣嗰邊咧，即係佢出身嗰邊咧，都有唔少嘅支持嘅。咁樣總共就553票就成功佢連任。咁啊之前啲民調啊，就係自民黨黨員都即係民調都話有最少50.5%係。投佢噶啦，咁甚至國會議員都絕大部分，即係初初估佢最少係攞即係譬如係即係譬如，不過比佢初初預計少咗少少，譬如地方選票咧會攞250票啦，就只得224嘅。咁喺呢個咁嘅國會議員攞345票，最後只攞329票嘅。咁亦都係一啲人係反對佢嘅，包括小泉進次郎，即係呢位未來即係日本嘅首相嘅，即係日本嘅人選。咁佢老豆咁大家識啦，
就都係好潮嘅小船順一郎。嗯，咁就呢個小船進次郎就即係係投咗呢個石破茂嘅。咁好啦，咁喺嗰啲即係日本啦。咁話第一即係因為佢最主要就係要自民黨係要修憲，喺修憲方面啦，啲民調就48%都支持佢嘅。嗯。37%就反對，雖然就但係反對嘅百分比係多咗，贊成就少咗咧。咁對於覺得啊，即係安倍晉三點解會當選或者選佢？第一係即係由27%就話對於佢實際嘅成績啦，18%係期待之後佢做得佢更好啦，16%就冇其他適合嘅人選。咁對於下任嘅總裁即係呢個咁嘅安倍晉三啦，日本人最關心係咩咧？38%就話即係就業同埋經濟嘅問題，34%就醫療同養老問題，20%就外交同埋安全保障嘅問題。咁其實呢啲就不嬲都即係冇乜大分別啦。咁好啦，安倍晉三依家就成功就連任，咁你嚟緊就有咩挑戰咧？咁你佢嚟緊啦，佢下個星期就會同呢、這個即係特朗普就會見到面，因為大家出席咗聯合國嘅大會。咁啊，習近平就尋日我講到唔敢服啦，因為之後如果我見到特朗普爭取唔到有咩貿易戰上邊美國有咩妥協，咁我就完全冇面咯啦。嗱，安倍晉三雖然依家咧，特朗普話要徵收日本啊690億美元嘅關税，但係佢依然就會見到唔會退縮，會去見特朗普，睇下會唔會成功爭取到啲咩啦。不過講真，日本不嬲美國嗰條僆嚟嘅啦，即係好似之前同歐盟咁樣，美國都話要徵關税，好快就傾得掂嘅啫。咁甚至咧，而家日本嘅即係銀行又好，對公共債務都係非常之高嘅，人口就老化，社會福利成本都好高。咁呢啲嘢佢都係要解決嘅問題。咁當然啦，亦都係修改佢憲法啦。你要記住，因為日本憲法第九條就寫明，第一，日本係放棄戰爭，不維持武力，不承認交戰權，呢啲就叫依家和平憲退憲法啦。但係點解日本就唔可以有軍隊，但係就可以有自衛隊？因為自衛其實依喺灰色地帶佢入邊嘅。咁安倍晉三就希望將自衛隊就明確寫入呢個咁嘅憲法入邊，因為有啲人話你咁樣係會即係警惕呢個咁嘅日本右翼軍國主義再次抬頭喎。咁我自己覺得喂。都是自衛隊啫，明確寫入憲法入邊，俾個證明佢有咩問題咧？係啊，係嘛？即係日本都遵守咗秩序都好多年啦。反對嘅咪喺南韓啦、北韓啦，同埋中國咯。我自己就認為日本修憲佢冇問題嘅。喂，即係你日本，人都唔係寫住軍隊，寫自衛隊。更何況你日本冇你軍隊又好，自衛隊都好，我又真係冇乜點聽過咧，話日本嘅即係有啲打飛機文章話日本嘅自衛隊咧可以幾多秒咧鏟平邊度，或者啲導彈幾多可以射到去對面，射到南韓，射到中國，係又射到去火星、金星、木星咁樣。但係你個解放軍就成撚日日撚日。又話鏟平台灣，又話鏟平呢、這個，又話嗰度。喂，其實我覺得最應該啊冇軍隊就係你中國啊，唔係日本啊。日本嗰個真係做過啲咩？人哋真係嗰啲自衛隊真係擺喺度，佢有作戰能力，佢唔會作戰。但係你解放軍係冇作戰能力，就成撚日都想打仗啊嘛，最好笑啊真係。咁我大介紹多少少安倍晉三啦嚇，咁佢就依家即係可以嗱，其實到2012年就開始就成為日本嘅。即係自民黨嘅總裁啊，咁亦都成為日本嘅首相啦，已經擔任咗兩任，今次再連任，即係將會擔任第三任。咁佢將會係超過咗1901年至1913年都擔任首相嘅即係桂太郎，成日本史上即係坐得係最長嘅位置。你一睇小泉純一郎嗰年代咧，跟住亦都有即係民主黨個年代咧，係成日換。首相嘅日本，其實90年代起已經不斷成日換首相，即係好多短命首相，一做一年嘅，有啲做幾個月，做幾個月啦。或者你數嗰啲，哇！即係即咩福田康夫啊，即係麻生太郎啦，橋本龍一郎啦，即係成日轉嘅。即係佢兼職人啦嚇，係咪？即係鳩山佢由幾乎成日轉嘅。哇！鳩山好似做好短嘅，好似真係。安倍晉三依家會成為日本史上最長嘅。係。咁佢咧介紹佢少少啦。嗱，佢阿爺啊，呢個安倍寬就做過眾議院。嗯。佢阿公就出名啦，岸信介，甚至佢外叔公呢個佐藤明作都係日本出名嘅。首相，咁佢就喺日本嘅東京神溪大學就政治系就畢業啦，喺美國就曾經就留過學啦，譬如喺南加州嘅大學 U.S.C 就讀呢個政治學，
咁佢其實喺外公即係昂順界當時佢唔做首相時候咧，都係希望可以制定一個自主嘅憲法嘅，即係日本一個或者憲法唔會俾人即係剝奪曬你權力，冇一個尊嚴嘅。所以佢由細到大都好希望咧修改咧日本嘅憲法，係佢畢生嘅。嘅幾任啦，因為岸信介咁大家都知啦，即係戰爭嘅甲級嘅罪犯啦，東條英機嘅年代，即係軍國主義嘅年代，佢就係一個即係佢嘅內閣啦。不過後屘就不獲起訴嘅，咁甚至係喺呢個自民黨嘅創黨嘅幹事長1957年啦，就做首相時候咧就權傾一時嘅。當時呢個超和佢年代超和天王啦，啲人就叫岸信介做呢個超和嘅妖怪嚇。咁佢即係。老豆啦，安倍晋三老豆就安倍晋太郎，亦都做過外務大臣、自民黨嘅總務會長，甚至幹事長，曾經就俾人捧做呢個自民黨嘅總裁嘅熱門人選啦，即係會都會做呢個首相噶啦。咁點知就係當佢有機會做首相嘅時候咧，佢就生咗胰臟癌就死咗。於是安倍晋三就繼承啲父業，即係日本就好興世襲制嘅嗰啲即係政治，咁亦都出選呢個眾議院啦，就即刻就當選咗啦。咁2002年時候咧，佢就因為即係內房官房嘅副長官就陪咗小泉純一郎就去訪問咗北韓。啱啱嗰個時候咧，北韓就綁架咗一啲日本人，有8人就死亡。安倍晋三就建議呢位即係小泉純一郎嘅首相啦。第一，如果北韓啊唔道歉啊。我哋重新去考慮簽唔簽呢個平壤嘅宣言，咁開始民氣就大增，咁後屘甚至成為即係自民黨嘅退幹事長啦，2005年啦，甚至成為呢、這個即係入咗呢個內閣啦，咁後屘小泉純一郎就屆滿之後咧，佢就話要創造美麗嘅日本，就開始角逐呢個咁嘅自民黨嘅總裁。就成功52歲啊，就擊敗咗麻生太郎同埋國行精一就當選啦。2006年佢開始咧，其實初咧，因為嗰時日本有正國神社參拜風波，你知喺小泉純一郎呢個年代，佢就於是就出訪呢、這個譬如中國大陸啊，見下呢、這個胡錦濤啊，見下南韓即係呢個盧武鉛總統，因為呢兩個國家就最反對日本嘅即係政治人物去參拜正國佢神社啊嘛。咁點知佢第一任嘅對年代咧？做呢、這個佢啲內閣就爆發咗一啲醜聞，包括呢個特命嘅擔當大臣呢個佐田研一郎啦，即係喺啲事務所入邊即係穿櫃桶底，同埋喺呢個北韓人質事件同二戰嘅慰安婦嘅問題咧，都唔係處理得咁好，再加上呢、這個即係農林水產大臣呢、這個即係赤誠德言拿用公帑嘅事件咧，就令到佢第一佢後屘佢要辭職，咁好啦，辭咗職。之後當然又要換首相啦，甚至即係自民黨輸埋俾民主黨啦。喺2012年，佢又再次參選自民黨呢個黨魁，擊敗咗石原新房，即係石原慎太郎嘅仔啊，亦都擊敗咗今次又同佢對戰嘅石破茂。於是第二次就當選日本嘅首相。咁當即係除咗吉田茂之後啊，係第二位可以再次即係翻去做呢個首相。咁於是喺度搞咗經濟啊，安倍經濟即係三支箭啊。第一搞量化寬鬆，第二靈活嘅財政政策，第三就促進呢個民間嘅投資、民間嘅企業。雖然佢後屘喺2016年啦，即係喺即係自民黨嘅參院選舉唔算好嘅成績，後屘亦都出現咗叫咩共謀罪啊，即係啲法案啦，甚至爆發咗呢個即係加計學員同埋深友學員嗰啲即係作弊嘅風波。不過甚至即係喺東京嘅都嘅議會就輸咗俾小池百合子啊，即係呢位即係初初聲勢好浩大，後屘好弱雞，即係依家都比較弱雞嘅都民第一會啦。咁結果當時安倍佢仲三。第一，我解散對眾議院，再選過，咁結果就贏咗2/3嘅議席，就成功保住嗰個首相嘅地位啦。今次就贏埋呢個咁嘅石破茂，咁石破茂其實都好出名啦，即係做過防衛大臣啦，做到好多內閣嘅。咁當然連續兩次佢都喺即係輸過俾呢個咁嘅即係安倍晋三啊，其實佢對安倍晋三威脅都唔大。雖然有啲神户嘅議員咧，即係神户呢個地方啦，就話自民黨啊俾壓力我啊，如果我唔投安倍晋三啊，話我會冇曬佢前途，即係有啲黑暗嘅情況啦。咁日本政治當然都有佢黑暗嘅情況，但係安倍晋三依家就係佢話俾你聽，佢將會成為日本史上最長久嘅首相。咁我係咯，係計呢個列根。特朗普和馬克蒂之後我最喜歡的政治人物就是安倍晉三。如果在世的三個
安倍晋三、馬哈提同埋呢個咁嘅即係特朗普係我最中意，即係啲強人嘅政治。好，下一節啊，講下啲貿易戰啊。好。喂，想攻我？系就快啲啦！打你都要扎日子咩？就嚟中秋节啦！嗱嗱林等我收你工啦，要去 MHK.TV 中秋开放日买只过节啊！咁点啊？咁仲打咩仗啊？休战行人啦、啊、！MHK.TV 嚟紧9月22日嘅中秋开放日，精选咗唔同应节嘅食品、美酒、健康茶饮、小食、烧烤食品。仲有 Warhammer 试玩会添，9月22日下昼12点至7点嚟 MIGRTV 中秋开放日，同我哋一众主持团聚，一起感受佳节气氛啦！我跛咗啊，等埋我啊！